上前遭拘提压制，卢哥集团成员上秒有说有笑，下秒就被从对面宫庙出来的远景不期而遇，当场抓人，整团被带往深山配合营救，遭鲁赛哥。刑警带着涉案绑匪一伙人爬了近2个小时山路，没想到在苗栗山区，嫌犯架起超大张白色捕网，让高价赛哥纷纷落网。一只只可爱赛哥价格不菲，成绑匪眼中肥羊。地方角头组成绑哥集团，分成网歌手、话务手、把风的鲍威亚车手等等，分工相当细腻。在赛哥比赛期间，必经路线不枉鲁哥向四主勒赎，一只5000到2万元不等。但若是拒绝给钱，就剪断割脚，拔毛虐割。逮捕陈姓祖贤等共九人到案，扣得新台币31万元。一、组织犯罪防治条例、刑法恐吓取财等罪嫌，移送侦办。嫌犯相当迷信，四处求神拜佛，没想到在台南宫庙刚拜完就被专案小组盯上抓人，贼心该拜，连警方也啧啧称奇。解中城梁李彩珊场报道。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